对，你们拿出来吧。我刚刚帮他卖了两只比熊，这挺难看了，我咋给你卖呀？你怎么看这笼子上的藏的，俺不懂呢。俺家养狗，你看这养的。你这个燕窝，你燕窝咋给你卖呀？是吧？这一个咱不便宜啊。多少钱，你说？你说。四百，两个呗，两个四百啊！一共有两个，我觉得是两个嘞。今天刚才不是打包了吗？两个，两个冰熊啊。冰熊不在俺七百六，哦，哎，七百六啊。公的母的？这两个都是公的。都是公的，我看这像母的。哦哦，都是公的。看有药了不？没感冒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，好好的。看有药了不？这两个你打疫苗了吧？打了两针了哈。嗯，打进口的国产的。进口的，国产敢打？你看天那么热，俺都打国产。哦。你放那挺好看。你家奶奶的哈，你知道呗？俺不懂，俺就。这是小体的哈。啊，对，这都是小体的。就是这一个是红鼻头，不贵哈，一个400块钱。这个笼子藏的，它不像一个月把它都过来了。笼子上蹭的，这是跟吃食有关系。嗯，跟饮食有关系，你给他吃的脑肯定，这是小体的哈。啊？你没喂过狗，你没喂过狗，还有比熊，还有波妹。你再便宜点吧，再便宜点吧，波妹最难卖了，知道不？我得半年没卖过波妹了。啊，价格绝对是不贵。便宜，便宜，咱卖你不这样啊？你干脆两个四百完事了，哈哈哈哈哈！那知道养只狗也不容易，养个狗这一窝生几条？这一窝呗，都生两个，又生五个了。五个都是高产狗了哈。对，有五个。一般都是两个到三个。哎，对对，你刮过了。我以前养过波妹，这绝对是小体的，是这绝对小体纯种的，就是现在这个燕窝都是这个难看一点。其实这个好看着呗，它是没有这个红燕窝它好看。你再说最后一口价，两个最低多少钱？你自己看多少合适。没事，你自己说呀，多少合适你自己说。行行，一个都350。啊，要单拿一个也350吧。单拿一个380。确定打过两针疫苗了，这个我感觉有点流鼻涕了，你看。长黄鼻子了，下雨下的哈，没给他吹空调呗？一吹空调太容易感冒了。自然风，对，自然风好。这个狗有点冷，淌鼻子了。大概不，那冷的天也凉，那下面的雨是是，这狗也行，350一个哈，有药了不？刚才我这人心眼好吧？刚才帮你买了两个比熊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没事没事，有药了哈，咱再来哈。这个养殖户的狗不是狗贩子的狗哈。一般买这养殖户的狗，他们便宜，好喂，对，他们不和其他狗在一起的杂七杂八的缠在一起，他就不容易得传染病。嗯，行，俺再逛逛去啊，我看那边有金毛来看看去吧。这边有马犬呢哈，看这个大爷的马犬。这是啥价嘞，大爷？800。哦，那个都那么小那个。你能拿出来看看呗？这两窝狗是吧？800，你不觉得有点贵啊？啊，大爷，能优惠。哦，能优惠，这个太小了呗，那个。大的多，大小反正不都一样钱。小的几百？小的七百。小的700，有点贵，那小体的吧，耳朵都立起来了。你的大狗是啥名犬呗？啊，对，名犬，双血统的。双血统的，狗爸妈，你有视频呗？能看看吗？没带。没带。哦，最少多少钱，大爷？这个都下着雨了，对不？你想卖吧？最少得700。最少700。我打包，我这都让你回家，我全部给你包完，让你回家。你说给多少钱？你给吧。我给你300一条。300大小一模的。大小一模的也不能卖。300不少了。你打疫苗了吧？做了。做了几针？又得2针。小的做了1针，小的做1针，大的做2针啊。实话实说。对。那你这不打包，你们多少钱吧？这你说，打包得最低得600。打包600，那可不便宜了。你这是属于黄马还是红马还是黑马？黄马也红马。我看的全是黄马，没有一个黑马，也没有一个红马。
那个就是有点点红，但是也还是他还是那个放马的些劲。这个大爷的这个马圈，你别看精神头也行了，你看能让他晃动晃动吗？对吧？你单光这样看没看不出来什么效果。这下雨还天热吗？咋着嘞，大爷？没有。过来，你走人，过来。哦，还大了，你看咬着不放才是好狗嘞。这马圈啊，你看，哎呦，大包是600，单拿一条是700，是不大爷？对。小的现在是暂时咱不卖，那就哟，可以，这是公的母的，哟该饲养了，看了吧？这性格还可以啊，只能说一般化。有那些好狗，1000多嘞，那马圈有1000多嘞，确实行，那是都是母的了呗呀。就一个公的，你看，我这几天特别强调，这些母狗都没大有人要，都愿意养公狗，养着玩的大部分都养公狗。行，咱今天就到这里哈，来关注一下吧。有要的大爷，我上那家拿去。那家是哪哈的？丰县的。哎呦，隔壁县城的哈，那你骑着个三轮车电够呗？路上没有插电车的呗？走外环路，走那个孬路啊，走孬路过来的哈。行，大爷也不容易，来一趟得1个多小时。有要的话，咱尽量是买这些大爷的哈，是一手货源的哈。来，咱今天就到这里哈，关注一下，家里还能优惠是吧？好，来关注一下啊。